他在蒙卡被救下来之后，后来留在了冥地。他到底涉不涉毒？不知道。不过那个地方跟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吴振峰在哪？他早上突然出去，你告诉我去哪。欧文，查他位置。是。真是这孩子吧？ 他是不会让玲玲出事儿的，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？这是毒啊！你不了解吗？你欠我们全家，欠我们这一条命。